姐姐，你知道今天有哪些好听的歌曲吗？我知道，有很多很多。那你知道今天的游戏单元有哪些好玩的吗？有很棒很棒又精彩的。哎，那你还知道今天有哪些卡通明星会来吗？嗯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哎呀，都一直嘘，不让我讲啊。那是因为啊，真正的节目内容要让小朋友自己看才精彩啊。嗯，小朋友，你们一定要看今天的节目哦，因为有很棒很棒。我是星星哥哥，欢迎所有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和我们一起玩猜谜的游戏哦。嗯，没错。那今天呢，为了我们的悠悠宝物，我们一定要猜对题目，好不好？耶！哎，是谁来了啊？嘿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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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在嘿呦，小朋友你们别害怕。两个提示，来玩玩猜一猜。猜对了，大大的宝物送给你。哎，猜错了，你的宝物让我们带回去。悠悠猜猜王，大力小巴 Taco 船长，欢迎你们来挑战。嗨，我想啊，我们今天一定还是会答对你们的题目的。哎呦，哪里来的自信啊？你以为我们的题目会很简单吗？哎，注意看哦，这个表情的意思是说很难很难。你们以为我们不会得到悠悠宝物吗？下一个表情的意思是说我们好想要得到悠悠宝物，拿来吧。不给你。你们。我想他这个表情的意思是说，哎，我看不懂哎，小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会赢啊，对对对，你们会输。啊，好好好，那现在游戏开始。嗯，我们大家一起玩好不好？好。船长，请给我第一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第一个提示是方形的盒子。那请问这个是可以装东西的箱子吗？哎，你说的没有错，不过它装的不是糖果，也不是玩具，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。没错没错，很特别很特别，而且啊，每个人几乎都用过它哦。特别是出去玩的时候。答案还蛮简单的，小朋友赶快动动你的脑筋想一想哦。哈哈哈，你们猜不到。哈哈哈，你们猜不到。猜不到，猜不到。方形的东西有很多很多啊，像是书包啊，还有很多耶。等一下好了，我们先来听听看第二个提示是什么东西。好啊好啊，船长，请给他们第二个提示。哦，注意看哦，大眼睛，要仔细听哦，这个东西只有一个大眼睛。哇，只有一个大眼睛，这是怪物吗？哎呦。很好用，好不好？哦，我知道，大力看这边。哦，好。咔嚓，第二个，咔嚓，第三个，咔嚓。哇，表现很好哎。哎，小巴，我们怎么把动作做出来了？哇，我觉得小朋友都猜到了。对啊，太好了，太厉害了。啪啦啪啦，噼里啪啦，猜不到。啪啦啪啦，噼里啪啦，猜不到。猜不到，猜不到，永远猜不到。大家一起说答案是什么？炸酱鸡。哦，这么肯定？那答案是照相机吗？我们请船长公布正确答案。方形的盒子有一个大眼睛，出去玩的时候会用得到的就是照相机。哦 no， 他们猜对了啦！拍拍手。失败了，怎
事叫人伤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运还是不来临，这次输得惨兮兮。哎呦，大力，小八，是的，船长，接受失败的惩罚吧。又输了，大力，你说说看，我这个表情，是什么意思？我想应该是失败的意思。你真是太了解我了，又输了。
有着漂亮眼睛的芷琳和甜美笑容的小金，常常一起看书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感情好得不得了哦。听说今天他们要一起用歌声来打败坏人，诶，这剧情听起来好熟悉哦，难道你们要演的是？那我今天要做什么嘞？刚刚是你自己说要买的，哎，我有证据哦，请看 VCR。哦，哎呦，这两个可爱的小妹妹呀，你们今天要买什么啊？要买冰淇淋。那既然这样，我变成坏人要来抓你们啦！哈，变身，现在是坏人。快睡觉，午夜的钟声就要响起来。小小的精灵偷偷飞到你身边，悄悄地念出它的魔法。长高吧，长高吧，长高吧，乖乖的小朋友，我要用我的魔法，让你长得高又壮。长高吧，长高吧，长高吧。家快睡觉，午夜的钟声就要响起来。小小的精灵偷偷飞到你身边，悄悄地念出它的魔法。圆圆的月亮
提醒大家快睡觉，午夜的钟声就要响起来。小小的精灵偷偷飞到你身边，悄悄地念出它的魔法。长高吧，长高吧，长高吧，乖乖的小朋友，我要用我的魔法让你长得高又壮。长高吧，长高吧，长高吧，乖乖的小朋友，我要用我的魔法让你长得高又壮。长高吧，长高吧，长高吧，小朋友，我要用我的魔法让你长得高又壮。长高吧，长高吧，长高吧，乖乖的小朋友，我要用我的魔法让你长得高又大。我要用我的魔法让你长得高又大。我是小黑，我是小黑，天生就乌漆嘛黑。我不是狗狗，也不是猫咪，你猜我是谁？我是小黑，爱闯进你的世界，嘿嘿。我不会咬你，更不会吃你，你是我的 honey， 嘿嘿嘿。无聊的小黑，我不怕你，嘿嘿嘿。我有妈咪，还有 daddy， 外加小电筒一起。感动的小黑，小朋友不要怕黑。我们心中有爱有光。我们一起打扮小黑，我们一起打扮小黑，我们一起打扮小黑，我们不再怕黑。我们一起打扮小黑，我们一起打扮小黑，我们一起打扮小黑，我们不再怕黑。我们一起打扮小黑，我们一起打扮小黑，我们一起打扮小黑，我们不再怕黑。拜拜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预告下次节目播出内容啊？哦，不用了。精彩的节目让大家自己看就好了。可是，请大家记得准时收看悠悠点点名。下次节目啊，有我，还有自己看喽。大家好，我是香蕉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按下订阅键，这样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哦。除了订阅我们之外，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也可以看这里哦。